都是被那个网给缠死的，飞得太高了，他们的翅膀被网缠死，然后无法进食而死。有好多，你看，柑橘凤蝶是不怕人的，都是柑橘凤蝶。哇哦，你好，来。下面可真是野生动物园啊！你看，我看见了中华大扁鹊那边埋着一只，他把自己埋起来了，假装。你看，在树下面是吗？快看，这个抽奖是保护动物的，啊，很稀有的。哎，它是两个，一个能卖到20万美刀呢，这么厉害！彩虹抽奖比较普遍的。啊，那我说的可能是另一个彩虹抽，那可能是金。这肯定没有20万。猎春这个我很喜欢啊，地上有很多这个虫子的皮，是不是都是被这些猎春吸干的？它这两个在交配还是在吃？这是猎虫，我知道，这个全是虫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叶虫它有一点很神奇，它到秋天就会变成枯叶的形状。真的真的很神奇。哇，全是虫子哦，这些都是叶虫呀。他们会伪装成叶子，然后吃了其他的叶子。这状态太像了吧？那五只脚合起来就是叶子虫，你看，叶子。哇，快看，这只猎虫正在干饭。哇，它把嘴巴刺到了虫子的身体里，虫子被它吸干了。看到你喜欢的兔子吗？哪里啊？这是狼蛛吗？还是母鸟蛛啊？叫巴西巨人金质剑。哇，这什么？竹节虫碰到人的时候会自己会把它的腿切下来，但是这个节肢虫，眼看还以为是叶子。哇，这只虫它已经把自己的腿切掉两根了，这只竹节虫，它应该遇到过两次危险。哦，不对，它没有自欺，搞错了，它莫有自欺。它有几只脚？你看，它们是会变色的。你看，这根是绿的，这根就是棕色的，因为它们会根据季节变色的。这些可能是它现在不都是夏天吗？主食其实并不是鸟，但是要心情好了它会吃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独角仙，仙哥你在哪？哦，在这儿呢。这是你喜欢的。这只独角仙好小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喜欢的。你在屋里好可爱。
一袋，一袋公羊肉立上了，好可爱哇，眼睛好大，可可爱。有两只，有的两只还是三只？这只长颈也太小了吧！啊，这只长颈也太小了吧！正常长颈有这么大的？还可以吧，挺大的吧？这只好小，很小吗？太小了，这只很垃圾，好小、啊。我觉得已经不错了，能看到这么大小的，已经不错了。啊，你最爱的长颈大都是什么啊？但是它太小了，这还小，这还是成虫，这明明是成虫，你还这么小，真的是好厉害。这应该多大？它已经很长了，已经很顶了，长达15厘米。它这个有10厘米吧，12厘米。这长有15厘米了，你却这么小。吃点心。这个是鸡独角你那个长颈比起来，长颈大多了。你看，长颈大多这才这么点。对，长颈大多是很大的。小不点。昆虫战神你也才这么点，正常的有这么大。来打招呼。怎么样吗？你想不想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恐龙啊？你可以不要让人很尴尬的样子吗？哪里让人尴尬了？我这是在恐吓他好吗？嗯、这边都全蜥蜴了，这里就不是空城，都是蜥蜴了。这里就不是空城，这边有好多死虫子。哇塞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是战神，正常的战神大兜虫。好大，你的手放上去看看。其实我的手和它差不多大。哦，这个跟长颈大兜虫的比分是2:1。是吗？是的。哦，这个、长颈大兜虫打赢了这个2次，这个打赢了长颈大兜虫1次。世界上的长颈大兜虫一共只输过2次。啊，这个太漂亮了。这个长颈，你握住它的这个脚，它的翅膀扇动的时候，就像吹风机一样。这只桑天牛我们抓到过的，路上捡的。另外两个叫什么？别的是叫什么名称？这些我都不认识，我只知道最常见的这几种天牛。新天牛。我真挺像不觉或者说阿拉克罗格，我年轻看到过，但是那不是桃红锦天牛。很别甲虫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南洋大兜虫。嗯。金龟，金龟，金龟，有彩壁金龟吗？肯定有，看来我想多了，没有彩壁金龟。来，彩壁金龟，只有，好多啊！哇，那是只龙眼鸡，我认识。这是什么腊肠？我不太明白。一堆腊肠，蝶类我不是很感兴趣的。凤蝶我就只认识柑橘凤蝶、金凤蝶之类的。最常见的
摸他的头。